电脑要好了没？要啦，要好了。我已经等他，等他半小时。不是说嘛，我说你要小心啊。大家在等等他给我帮他弄电脑。他说他喜欢奇怪的东西。对，你看。本学期第一杯茶颜悦色。是火锅。真的、哦，必须把它打开，你好像咬牙切齿的感觉。因为是开坏，我对他插吸管，他插吸管。现在有这个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人性化设计，要多少？不好吃，不要吃。食物，我觉得这是食物啊，这是食物，就是普通，就是普通。我跟你们讲，他吃饭不认真吃，然后一直在那边不知道干嘛，还把筷子没有筷子摔到地板上，都是因为那个我没有摔到地板上啊，我把它接住。我们呢，剩十分钟，我不知道，我还叫了一盘肉，因为不提醒，然后还要问我们要不要加肉，心机。我们买了一个情侣戒指，要给我戒放，他想要大象表情，可爱，我想怎么问我要怎么。我要这两个结账，这它是我的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是不是很可爱？那眼距有点开。今天不用上体育课，我要去吃蛋糕。走了好远，因为刚才下错站，所以又走更远了。超级热今天，然后这边又没有什么阴影。所以应该会有点糟糕，因为他这边在装修，然后他有播音乐，然后他说因为现在装修，所以他就是会比较吵，然后就送了一小盘面包，服务超好。然后我点了一个春日的甜点套餐。我的餐来了，是草莓系列的，然后就是草莓巴斯克，但这饮料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什么草莓柠檬绿茶，超漂亮的。原本今天下午是有一个早八，然后下午就没有课了，就是有傍晚的体育课，但是体育课我请假，因为难得突然放晴，我怎么可以放弃这个机会呢？所以我就自己出来探店。但是我晚上是有晚课的，然后在南苑那边上，所以我就是过来附近后湖这边，就是看看书，然后等晚上樊丽锦上完体育课，然后跟我一起去上晚课，然后去吃好吃的。现在大概5点多了，天色暗下来就觉得很冷，我现在回去换外套。现在这个日温差很大，白天可能就有20多度，然后晚上就很冷。我们来放东西，然后就可以去吃饭了。每天都来这里上课，这是我的学员教室那一张，走。戏精姐，4号线都不来。欸、我这样蹲得很臭哎、欸，就不没拍到吧？没有拍到，等超过7分钟了还不来，有那么久？高峰，好笑。耶，吃火锅，又是这一间，这样好吃哦。我们在这里超级奇怪的，干杯！今天去猪猪。
州拍纪录片，然后我们早上5:30就起床了，但是现在已经到了，刚才吃了粉，我感觉真的像在郊游一样啊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后排独柱，也很小。这里算是一个株洲的乡镇吧，然后今天是红萨的生日刚好，所以就医生就来这边义诊，然后我们就过来跟拍一些纪录片画面。我现在是负责采访，然后我的伙伴们在里面拍义诊的画面。刚才第一次被采访被拒哦，被拒了。前面两个都很成功，我们现在要在等等新的患者，然后问他们能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。现在是10:29，我们再坚持一个多小时，应该就能吃饭了。那小妹妹好可爱啊！让她过来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真的很适合出差拍摄。今天是完美的拍摄日，感觉第一次来株洲体验感还挺好的。前面早上那个伯伯请我们吃了这边株洲当地的粉，跟长沙的很不一样，可惜没拍到。就是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中饭要吃这边寺庙里的斋饭。我们的斋饭看起来超丰盛的，还有一个汤。很难用，它里面有玉米、花生，那些杂粮汤那种。你欺负我，我见都不要跟上金毛了。我就吃不完，好大碗，超大碗。好大碗嘞，大。刚才吃完斋饭了嘛，就剩下那个伯伯的采访，但是他现在还在看着，所以还得等一下，然后采访完就可以离开回长沙了。我现在自己在这周遭走走，就真的很像台湾的乡下。他这边很多患者都是住这附近来的，然后或者是来祭拜，然后知道这个活动就来了，就感觉特别有意义。到时候感兴趣的话，有我的微信的朋友们可以去我的影音号上面看，应该下个月会放到我的微信影音号上面。